什么烂东西啊！他居然说这种天理不容的话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等一下，我只是太伤心而报名了，我还是知道我男朋友的军名。什么？你居然因为伤心而抱我？对啊，伤心而抱 you。耶！让我们欢迎下一首歌《伤心而抱 you》。右边的这是那个资管零五级林万林，这是陈冠汉零四级机电系，然后这是大鼻，是机电零四级，我是气管零五级赖雨婷龟龟。因为没把握。